这是我爸给孩子们做的书屋。刚开始，书屋做的是绳梯，想让孩子上下楼的时候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。他们觉得新鲜，爬绳梯很有意思。后来因为上下楼麻烦，又做了这个旋转楼梯。看，我爸手里抱着的这个白色生物，它叫烤串儿。这段时间很多粉丝强烈要求让我们做一集烤串的大合集，为了满足烤串的众多铁粉，今天我们安排上。视频有点长，大家慢慢看。这么个鸡巴尿这么个圈儿。跑地上去了。真那个圈儿。放到那边输去了。俺们弄点番茄。你把门儿喂了。喂了。我给你撒点棉花。来，看看肚子里啥东西。再给你带去，你带去，带上走。OK。咸还没吃呢，他吃。行，你给爷爷帮忙。滚！这饿的很呐，这饿的很呐，控制不住啊。
烤串坏得很。你还想吃一个？你啥哈？有分的很。这菜可吃完了。腿好贵，你在干啥？来干完走了。烤串儿，这是老爷子给烤串做的零食袋。平时老爷子去哪里，他总背着零食袋跟在后面。老爷子边走边采野果子给他吃。总想给他多弄点好吃的。别看平时烤串总是挨打，也不是真的打疼他，其实最心疼他的还是老爷子。稀罕吃了，真稀罕，还用病。稀罕，北边的嘛。这是烤串小时候刚来我家的样子，才两个月，多呆萌可爱啊！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。很多烤串的铁粉私信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吃烤串，要一直养着它，太可爱了。今天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不会吃它，会一直养着，因为我们一家人也很喜欢它。